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悠悠午后英格兰的实况频道，我是夏克斯。今天我们又继续来玩我们的黑暗灵魂，血尿灵魂。这个系列我真的觉得玩很久了，还玩不完。所以说我想要，我上网查了一些攻略了，所以说看能不能赶快结束了。I am pleased to see you well. Is it something urgent? 我希望这个大蛇来把我传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好像可以有个王之祭坛吧。然后我要把那个王器放上去。是说这个世界大蛇，不管看几次，我都不觉得它像蛇。是说蛇怎么会有那种牙齿啊？长得超级丑的。就是要他把我带到这个继承王器的祭坛吧。他第一次把我带到这边来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很奇怪啊，干嘛都要传我祭坛？然后我把王器放上去。超大的一个杯子，是杯子还是盘子啊？感觉像是酒杯啊。哦，怎么了吗？要爆炸了还是怎样？哇！一道光束直冲天际。哦，哦，所以把王器放上去之后，这些受大王封印的门都会开启，在王器处休息。哦。所以说这边就可以像是火炬一样，我就跟他讲话看看啊。我已经放上去了，结果嘞 ，Hello。Very well. As King Seeker, I shall now instruct you, the Lord's successor, in your next task. To achieve your fate, fill the vessel with powerful souls, commensurate to the great soul of Wind.Scarce few possess such brilliant souls. Grave Lord Nito, the Witch of Izalith, the four kings of New Londo, who inherited the shards of Gwyn's soul, and Lord Gwyn's former daughter, Seath, the Scaleless. All of their souls are required. 等于说要击败他刚才讲的所有的王，才能过关的意思，对不对？Then we shall return. Stay still for a moment. 哎，我们要回去啊！这里还没看完呢、啊，这里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不可能吧？不可能就这样结束了吧？这家伙长得真的很丑怪，不是我在讲。受大王封印的门。终于开启了，我可以看一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诶，那里是有只怪是吗？有一些神像，真是看起来一个诡异的地方。前面那个是王吗？还是什么东西？诶，野猪，我看到了。哇，这个我 ，Oh my god， 我听不懂，看不懂。哦，好痛哦！哇哦哦哦哦！西狼！西狼哦，筋酸哦，喝个水。呵呵哦，他不会出来、欸，好，不会出来是吧？那你死定了。好硬哦，打到他身上会弹回来呢。来啊来啊来啊！哎，出不来吧？我这样慢慢砍死他就好了。哦哦哦，我错了。
哎，没砍到。哎呦，你要死喽！超硬的，我用单手砍的话，刀会弹回来。然后是双手砍的话，才砍得下去。OK， 啊哈，所以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既然是被那个葛温大王封印的地方，想必应该是个很危险的地方啊。不过目前看起来好像还蛮安乐的，才刚讲完就看到一只野猪。这只野猪我要怎么打它、啊？哦，好像前面好像有一个可以通的路，我可以不要管它吗？好像可以。不行，有人在旁边不能做火，有怪物在。哇哟！来啊来啊来啊！打不到打不到，砍屁股，赶快闪！呜呼！利用地形优势，来啊来啊来啊！等他再撞，再砍一刀，再跑，就跑来跑去就好了。利用地形优势把他卡住，然后，哎、欸、，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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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死了！到底是牛还是猪？应该是野猪吧，看起来比较像猪啊。我来看一下啊，他听到我的脚步声了，听到也没有用了。你这个胖子，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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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来啊，等着你撞过来。哎呦，赢了线哦！哎呦！哇哦，整个飞起来了！哇，真是乱爆哎、欸！哇，冲上来了！糟糕，我能不能卡他、啊？哎、欸，好像可以哦、喔。他过不来，对不对？吃太棒了！来啊，来啊，来啊！我砍一刀，我闪，再砍一刀，再闪。呜呼！吃太棒了，吃太棒了，这个吃太棒了，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嗯，哈哈哈哈哈，吃太胖了啦，这个，好，点个火做一下，这个火是小的，我的那个元素罐没有补。好啦，让我来看一下这个地到底是什么地方呢？看起来有一个机关可以拉看的。该减肥了，没错，我已经把他血消除一半的肥肉了，直接让他送他上西天。呵，这里是哪里？哇！这什么啊？哎呦，水晶骷髅哎，两刀可以死一个。还是要小心啊，这个不要太大意啊。哇，好痛啊！好多只，好多只，好多只，超多！哎呦，没戏啊、哦！这个，我觉得我们要玩死。有一只法师在那边放魔法、啊，我不能就这样子直接冲过去啊！还有一只水晶怪，前面是不是有？哦，所以这里是公爵书柜吗？我刚才没有仔细看这里是哪里啊？哦，这里很有可能就是公爵书柜啊，到处都是书嘛。
还看到一个法师。哎呦，对，没错，就是这边。哦，好痛，好痛！喝个水。要保险，呵呵。你就，我总觉得那个巨人，那个巨人在动了，是吧？我怎么听到声音呢、啊？啊！隐身了，隐身了。哦，他传送了，不是隐身。旁边的小喽啰麻烦了，还有一个弓，还有弓箭手。有有有有，死了死了死了！其实法师还蛮软的，两刀就够了。近战的小兵比较疼，近距离的小兵打不到他，他也打不到我。在演什么闹剧？近战的小兵血比较厚，而且打人也很痛。这些骷髅怪身上都有水晶，是为什么啊？不懂欸，他们是受到诅咒了还是什么状况？不过算是蛮幸运的吧，我这个随便猜就随便猜到。哇，这里每一本书都这么大。欸，你们仔细看这个书的大小，这个书很大呢。这个书已经一半个人高了，这少说也有75公分了。80公分有哦，可能甚至100公分高啊。呵呵，已经比一个小孩子还要高了，太猛了！这里是珍藏了什么宝典的地方吗？我水消耗的好快，来啊来啊，来来来，OK， 轻松解决。啊，有一个。有一个灵魂旁边，我就知道旁边一定会有设计一个小兵在那边等你，等着你回来，等着你过来。光辉气行石 ，nice 。黑暗的主角是不是大部分 NPC 小只？你能不能多一点修饰的文字啊？你是想讲说黑暗灵魂的主角都比这个 NPC 还要小的意思吗？我死了啊。好啦，下面都绕完啦，应该是没东西了啦，我们就再坐一下这个电梯吧，看一下这个会到哪里去了。来看一下这个电梯会到带我们到哪，往下降或者往上升。嚯嚯嚯，哇，这个书柜太大了吧。到处都是结晶欸，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这里是有点危险，有点危险，我感受到危险了。啊，这个是谁啊？怎么感觉好像我？哎，我靠！这个家伙更是中看不中用啊，一刀就死了。我以为他长得，因为他长得比较特别啊，我也想说，我靠，那什么小怪，感觉好猛啊！正在想说糟糕要怎么打的时候，就一刀就死了，真的。完全中看不中用，耶！蜥蜴，我打，不要跑，太可爱了。光辉气行石，哇，两颗呢，
水晶蜥蜴，我喜欢。哇，这里是通往哪边啊？要打王了吗？我只有一罐水啊。果然要打王了，这什么？白龙西斯？哦哦，完了！怎样？他会诅咒？那些兵，那些兵会诅咒？会有？哇哦哦哦哦哦哦！要怎么打他？就这样死了！哇，这是什么东西啊？哎，我复活在公爵书柜里面呢，我不是复活在那个火炬那边呢。我死了，然后我被关在牢里面，上锁。砍爆吗？这样讲对话吗？我被关在一个像牢的地方，门开不进去，有一堆小怪。哦，我很讨厌这种小怪，打人不痛又很多，很烦。也上锁了？不可能吧？这个地方要怎么走啊？传送出去吗？还是隔山打牛？隔山打牛！还真的是隔山打牛哎！哈哈哈！超白痴这个。有一只蛇头人，哇，这什么东西啊？蛇吗？鲶鱼？这什么玩意儿？看起来有点恶心呢。Oh my god！他没有攻击我哎，为什么？他们是他们干嘛？打屁股，没打到。好了，我跟着你们走了。他没攻击我，为什么？好神奇哦！我第一次遇到怪物直接这样经过，然后不打我的。好了，攻击了，攻击了。来啊来啊，打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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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屁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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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啊，掉下去了，哎呦，他们经过我不打我，然后现在又在打我，好痛。哦，死了！我刚才是不是应该继续在上面呢、啊？两滴两滴的把我们打到死了。我知道你们不会放过我啊！那你们死定了，我要好好来解决你们。哦，好硬哦！他爬上，奇怪，这个 AI 是怎么设计的？为什么要设计成这个样子？爬上去之后，然后爬上去之前不打我，爬上去之后就打我了。打屁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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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跌下去摔死了。干什么啊！天哪，太有趣了吧！这，
他干嘛、啊？看什么啊？真的，门已经上锁了，为什么啊？这里可以干嘛？这不可能是跳下去吗？不太可能，应该不是，应该不是。我跳下去应该就挂了。这里有一道门，所以我要往下继续走了。应该不是说上面有洞，上面有一个门啊，可以确定的。那些女妖吓到他们了。哦，是说那些看起来不知道是像蛇还是鲶鱼的东西。这不能开。刚刚我拿的钥匙只能开一个门而已。我以为他们为了方便，有没有就打一把钥匙就好了？可以吧？太棒了！来，我等着你过来。其实，轻松解决。这里该不会是我一开始的那个地方吧？不是吧？两个人都挥空了，很厉害哦！呵呵。哦，哦，下面有东西，但是我要直接跳去砍他吗？等一下，没砍到，好了，没砍到，你也是得死啊。其他书库牢塔的钥匙，靠，这个怪是白痴哦。旁边就有一个钥匙没有拿，然后就在那边晃。好，我知道啦，这个每一只怪物的脑袋都里面塞豆花，没办法，呵呵，太蠢了。还是水母？不知道哎、欸，我的感觉比较像鲶鱼啊，头有点像水母，是真的，叫做鲶鱼水母。水母鲶鱼都可以啦，总而言之就是一个看起来恶心的东西。还是蛇啊，看不出来。好多的齿轮哦。这是怎么回事啊？是有什么机械然后全部爆开了还是什么？这附近没有其他东西了吗？都是空的。哎，还真的都是空的。这个齿轮感觉应该是有什么机械掉下来。头上呢？头上也看不出来啊。哇，这个书柜看起来真的是很酷。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爬上去啊？有一座楼梯耶。先解决那些水母好了。太多了吧，这个水母。这我一个人打得完吗？可以，好像可以一只一只引的样子。攻击的速度好像挺慢的。是不是没办法？他们是不是没办法脱离前面牢笼的区域啊？那我观察一下，一刀就死了，一刀死两个，一只有1200呢，一只有1200的灵魂呢。还会丢魔法，哎呦！我看到旁边有一只准备要偷袭我了，呵呵。他下来了又不攻击我，为什么啊？这里怪是 AI 是 bug 还是怎样？哎呦，好痛！他们是看到楼梯之后。好奇怪哦，这里怪物 AI 真的写的怪怪的。还好这个水母不会很硬的，一刀就死了。还是说我攻击力太强了？他们在沉睡的时候，啊，我知道了啦，他们头上那个比较像章鱼啊。
阳光疗愈，这两只特别的阳光滋润。哎，有人呢，上锁了。Hello again. What a chance meeting this is. Alas, I'm imprisoned once again. I don't suppose you could stage me a getaway. The archives, such a storehouse of knowledge, so close but just out of reach. The thought offends me so I could simply die. As a student of the arts, you understand me.、Yeah? 这个魔法师不是之前我在那个哪里啊？塞恩古城那边救的魔法师吗？他怎么会自己跑来一个这么危险的地方？他是说看到这些书太诱惑了，然后忍不住就跑到这边来了。好啦，如我所见啊，现在目前开不了门，我要找到钥匙才能把他解救出来。天哪，我又不是魔法师，为什么我要一直救他？觊觎这个书柜里面的知识。哎呦，哎，对啊，这些怪物其实在那个塞恩古城里面都看过啊，这些蛇头人。我是不是不应该拉这个东西？等一下拉了就引来一堆的蛇头人。OK， 安全。书库塔大门钥匙。那这个下面是牢笼吗？我应该不可能跳下去吧？啊，不可能，没那么蠢。这个地方应该还很高啊，应该还可以再爬、啊，看一下附近有没有楼梯啊。因为这个画面、不要说你们看着觉得很暗啊，连我现在在荧幕前面看着都觉得很暗、啊，蛮暗的，呵呵，真的。他说你们会我觉得时空画面会太暗，你要跟我讲一下，因为《黑暗灵魂》系列这个游戏就是这样，应该还好了。哦、oh ，所以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拉了一下，然后开始奏曲。好像也没什么变化啊。好，先下去跟那个老头讲话好了，看我现在手上拿的钥匙能不能救他。如果我猜的没错，这把钥匙应该是开最上面的那一个门，而不是开这个牢笼的门。对，没有错。好，我们来跑一下。好啦，来开门啦。使用了书库塔的大门钥匙。这个音乐能不能停下来啊？我觉得不是很好听。哇、哦，哦，我靠！我在那边看景色，那边打山。阻挠我欣赏景色的人就是死！你别想跑啦，这混蛋！还有你！好了，没有人了，我看一下。一个水晶，都是水晶，很像龙，所以说我刚才死掉的地方是那个地方吗？我都已经离开书柜了，那个音乐还是一直在那边放。打山猪。哦，哎呦，又法师了，哎、欸，这里是，哇、哎、呦，一刀就死了嘛，对不对？我要死了，喝水，
300cc 喝水，楼上还有一只。哦，所以说这里是公爵书柜的不知道第几层呢？天哪，这书柜好大！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耶，这个。我觉得左边又有怪了。我就知道，你们就是从喜欢从后面来嘛，那个混蛋，一群制作哦。好，你下来的话，我就送你回去了。这里怎么让我想到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魔法书柜？这里没东西，死路。绕一下吧，这里好大，超大！这个书柜真的超级大，真走不完吧？制作组的善意，非常善解人意的制作组，还可以转动手把。等一下，我先看一下这上面有什么东西啊！去死啊！没砍到，欸，其实仔细一看，他不是骷髅兵欸，他是不死人，然后那种不死人喽喽，然后全身结冰了，结晶，所以这些人是被了白龙西斯给诅咒了吗？还是怎样？中了什么招式？哦，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啊。有点像哈利波特场景，对啊，还蛮像的。好啦，转吧，啊，转动把手看一下这个书，这个能能转到哪里去？就是很像哈利波特的情景呢。就知道你会射。又砍歪了，后面还有没有？我先把整层都绕完好了。等一下冷不防的从我后面又放冷箭，好像没东西了。这一层就这样。前面好像还有一只怪，那什么近距离的吗？还是弓箭手？哎呦，我就知道，哇，我要这样子绕过去哦，好远啊！前面那是弓箭手还是？是弓箭手。哇，这一路是封死的，过不去啊。哎、欸，好像也跳，可以跳下去了。打不到了，啊啊！好了好了，来了来了，冲了冲了冲了！他会打到桥，会打到那个桥墩。等一下，等一下，等他集气，等他集完气的那一发，我就可以冲了。非常好，完全意料之中。好啦，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一层有什么东西。一个法师在那边放魔法。嗯，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欸，奇怪，这里也太大了吧，太荒凉了。OK， 安全。现在看到箱子都要打一下。强力法术盾。我不学法术了，我拿盾拿法术盾干嘛？好啦，来转吧。
我转。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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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回收。有人在射箭，哪里？嗯，我听到有怪物在射箭，但是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怪，我看到了。没东西，这游戏是买的吗？是啊，在 Steam 上面买的。有为什么会有人问这个问题啊？这游戏不是买的要这个嘛？下载的吗？当然啦、啊，网络上下载的很多，但是我是觉得我要实况，总不能用盗版的吧。OK， 跑下来了，来看一下这里面附近有什么东西啊？这书柜真的有够大，大到我都不知道我现在人在哪里。蓝色器型石块，不知道有什么用处？强化魔法武器用的吗？看来不是一个隐形的门，隐形的墙。这里的书柜也太乱了吧？没有人整理吗？这个是什么？感觉像传送带的地方，还是啊楼梯是吗？这个是不是可以升起来？楼梯可以升起来，然后有一个，我就知道，大家都可以猜得到了，放在这边，有些箱子就是要砍一砍。不然的话，这些有些时候真的是制作组的恶意满满的。哦，结晶余烬呢？哎呦，还不错哦。看来打到一个好东西哦，好多箱子哦。传道者的六眼什么兜闸还是什么？传道者的圣衣，传道者全套，好像没什么特别用处。这边可以拉吗？可以拉拉看，拉我要拉，他没办法不给我拉。我是觉得应该是个楼梯之类的什么东西的，好就说了嘛。Nice， 完全跟我预料之中的一样。旁边有一只小怪，你好，欢迎光临，直接送你上西天。七色石20颗，拿到了一个宝物，不知道是有什么用处的。好多的齿轮哦，奇怪，这里是还有在工作吗？还是怎样？这些齿轮感觉都已经废弃很久了。进入白光之前，我先回去看一下。我想看一下，还有一个拉杆没有拉嘛？这里还有一个，没砍到，安全。箱子，可这个箱子会自己伸出来还是怎样？总觉得有些时候这个箱子多到有点不科学。这里还有个拉杆没有拉，拉拉拉看再说。哦吼，这里有一个门，这里是哪里啊？哦，这里是我一开始进来的地方。哦吼，原来如此，好像没什么特别的用处。楼上那只好烦啊！算了，对我也没什么影响，不要打它，浪费时间。进入白光吧。OK， 我进入了白光，然后来到了一个，这是王城的外面。
这里是外面水晶。哇哟，好险没打到。他攻击速度不快，两刀就可以死一个。是说我公爵书柜我都还没有搜寻完就要到外面来吗？我觉得我应该等一下还是会回去啊。先把公爵书柜内的区域全部搜索完，看能不能拯救那个魔法师再说。而且我刚才好像拿了一把钥匙，那把钥匙不知道能不能救他，试试看。攻击模式目前看起来是挺单纯的，完了，才刚讲完就被抓了，哇，好痛！哇，哇，被抽一下半，被抽一下大概70%的血吧，还是60%的血就不见了。攻击速度不快的，但是好痛。老头，我来救你了，老头。大牢钥匙，你可以走了，你自由了。Oh, thank you very much. I'm saved. That makes twice. I must be sure to repay you. 你要怎么回报我 ？In the archives, if I discover any new spells, I shall share them with you. Prepare to be impressed by the onward march of sorcery. 魔法一定会进化，但是他之前说我资质不足哎，你要怎么传授我？强力魔法武器之类的吗？哦，防火女的灵魂呢？耶！到时候可以强化那个元素瓶了，太棒了！好啦，结果上面那边到底是可以干嘛？放那个音乐到底是有什么功能吗？还是说不放也可以？不，这样看起来好像就真的只剩白龙骑士可以打。剩下白龙骑士的样子。如果照这样子看起来的话。因为我的整个公爵书柜好像也都走完了啊，都逛完了。逛完了是怎么回事？到书柜就直接学了。书柜，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上面这个齿轮到底是要运作什么东西用？这么大的齿轮，总不可能是装饰品吧？现代艺术，我还能不能跟那老头讲话？再讲一下好了。我不是把你解放出来了吗 ？Hello, don't mind me. Go on ahead. I'll head out soon. I wish to lay down my plans before I visit the archive. 他想要先思索一番，他明明就是不想要让我看到什么神秘的知识之类的。我想到了，还有个地方没有走到，就是我刚才有开个门，然后那个门。能关的位置也不知道能不能关，来试试看。我这样讲不清楚了，反正我们就直接走过去了。又被说笨了，对啊，那个上一次那个老头就讲我说，哦，你的资质不够哦，所以你没办法学习到这个魔法。说我不资质不足，然后。还要我学魔法？不可能啊！走不出去。这两只蜥蜴人真的是很笨。笨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怎么会这么笨呢？我被卡到了，
这个地方到底要怎么走？我能不能走到外面一点关闭啊？不行啊，这样关闭没有意义啊。我怎么关闭会比较好？哦，可以。哇啊！太极限了吧？喂，什么？哦，吓到我，吓到我。没事，没事，没事。就消耗勇者灵魂而已啊，没了。哎、欸，啊，就这样子而已哦。要学法术，趁现在，不用啦，我就当个战士就好。所以嘞，啊，所以嘞，现在干嘛？两边都没有路啊。都没有路，我怎么？尼特还是掉下去了。对啊，哎呦，尼特绿野安安啊，好久不见。不然就是一段时间我都没看到你了。啊，我来看看啊，这边走不过去，那边也走不过去，所以说这边是一定要我跳就对了，要我大无畏的跳下去就对了。还真的是用跳的。血量不够都不就摔死了吗？看一下这边还有什么东西啊，能搜索就搜索啊。有一个台阶可以跳啊，这不就是刚刚那个地方吗？啊，好像注意不大，帮助不大。嘿，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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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们打，不要跟你们打，呵呵。来啊，下来啊，下来定钩机啊，下来说话啊，下来说话啊，下来说话没？还真的下来了，叫你下来就下来，这么乖。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没有下来啊，没有下来，我走了。先去做个火，先做个火。我不想复活在那个。公爵书柜里面，这边又跳不过去，这边不能打碎吗？可以，太棒！全部都给粉碎吧，超级挡路。靠！什么鬼啦？我做个火，你也要射？那个是哪里啊？奇怪，那个地方。